钓上了一艘陌生的船舟，隔绝与世的午后，岛屿的波动漂浮淹没，地图上找不到十字路口，似曾相似的岸体，惦记的气候，当初遗落了什么呢？所有的交汇发生在水面，谁在岛上等我？夏日的永昼，浪花的闪烁，船只底下的传说，头顶的日落，作息的交货，送别大海的港口，似曾相似的鸟啼，惦记的邂逅，当初你唱了那些歌，长了又退，又写了太多夜的信，装不进瓶中。还有看见一点又一点扩散，在岸缘之间反弹，我望向一片又一片破碎又完整的水面，风吹的一阵一阵让头疼，那不再回远方，孤单已蔓延到地平线，任由它潮起潮落。
Hello， 你好吗？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欢迎收听今晚的爵士之诗。今天在节目中请到的呢，刚刚大家一听到这个歌的声音，应该就完全认出来了。我们欢迎罗燕婷。耶、yeah, ，大家好，我是燕婷。是燕婷，现在可以说是在台湾的爵士音乐圈以及独立音乐圈当中炙手可热的创作人。也没有了，真的完全没有。在我心中呢，则是超级厉害制作人。对，因为这期间就你回来台湾这个期间，我们就陆续得知说啊，有谁也找你制作音乐啊，有谁可能向你请教啊，哎呀，都变得超级好听。嗯，谢谢谢谢，这是一个超级多才华、这多功能的燕婷，尽我所能的当一个好就是有用的人，很棒，帮助了大家。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要听的这几首音乐啊，都在新的作品里面，叫做 Landforms。嗯哼，对。可是当时我看到你今天在网络上释出这个 MV 啊，然后可能也上了串流啊，嗯，一直没有等到宣传期。对，这次今天来其实算是我这一张 EP 的第一个宣传、欸。之前完全没有排任何宣传，以前真的太忙了。哎呀，对啊，感谢、嗯、感谢邀请，感谢大家一直那个把燕婷的时间填满。对，真的真的。那在这个就是专辑录制好，以及到、我们到今天录音之间、嗯，还是在制作各种音乐吗？欸，中间忙了很多事情，因为其实我平常在忙的案子还蛮多样的、嗯，然后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忙，就是都在忙别人的案子啊，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在。前一阵在忙儿童音乐剧，然后有时候又会赶快先抽空，一有空可能就马上先录一些自己的东西。嗯、我自己的作品会拉蛮长时间，就是慢慢筹备。我比较不会密集，嗯、比较找不到时间说这两个月都在做我的音乐、嗯，所以只要有时间就要赶快做这样。是是是，穿插。对对 对, 對, 對我好像有看到那个儿童音乐剧的宣传。对对对，是北艺中心的制作、嗯，好棒呀！怎么这么可爱？对啊，还蛮可爱的。从成年人的这个心情一直到儿童的状态，对，这也是偶然接到的。嗯、那最后结果我蛮喜欢的，就是演员很厉害，然后小朋友也非常的、嗯、反应非常的可爱，非常激烈的反应。这个音乐剧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玛雅外星人》。玛雅外星人，对对对。网络上找得到一些片段吗？网络上吗？可能找得到他们那时候宣传的一些精华、啊、但之后应该还会有机会到其他县市去演，所以太好了，对，我们可以在、嗯、有小朋友的人可以就是多就是密切 对密切关注密切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好，回到我们的新作品啊，对、嗯，现在对大家来说就是新作品，对，因为可能当时只有我们比较熟的人发现了。对对 对, 对，其实二月的时候就上串流了，哇，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群岛》，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燕婷风格耶。而且我也很好奇你这个角色，谢谢，它是一个跳上一艘船的一个人吗？这好，这张专辑叫做 Landforms， 就是 Landform 如果写在一起就是地形的意思，但是我把它切成两个字，就是变成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就是从由大地来组成 something 这样、嗯。然后这系列基本上就是我想要把各种地形，想要针对不同的地形各写一首曲子，嗯、是，然后分别。是里面涵带的是我自己旅行过的一些经验，有时候其实可能一首歌不一定是一个地方，有时候其实可能一个地形是同时在讲两个相似的地形，相似的就是风景，对对对，但是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底下，对对对，但基本上就是致敬这样的一个地形这样子，对的。然后群岛这首呢是在讲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嗯、它是一个非常几万个岛组成的一个地区，是，虽然说我们很熟悉就斯德哥尔摩这个首都，瑞典的首都，但它其实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岛、嗯、然后歌词应该提到说跳上了一艘就是陌生的就是船到一个岛，其实就是它那边真的有几个就是 port 是真的是你随时可以上船、啊、它就有点像巴士，你真的可以随时上船，然后它就周游在群岛间，对，它就是每一个巴士船就会带你到一个小岛，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随意，因为我完全没有做功课，我就想说他就随意到一个岛，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小岛，然后那个岛上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就待几个小时，想说有赶到最后一班船回去就好了，对对对对、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开心的感觉耶，对对对 对, 对，就是期待这个环境会给你一些惊喜，嗯嗯 嗯，然后我也感觉到你好像去想象这些岛它是拟人的，它上面可能有一些故事要诉说，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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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特别喜欢你说他写了很多信纸，然后塞不进瓶中，嗯嗯嗯，那时候就很有画
画面，我想说他是不是想要丢一个瓶中信寄给谁这样。对呀、啊、真是太有趣了，谢谢、而且帮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知识，就是其实歌手有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歌词就算你没有看到歌词你也应该要听得出来他在唱什么。对，这也是我很喜欢注意的、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继续练习的一个，就是词曲咬合、那词曲咬合其实要怎么让你在听的时候让你觉得哎、这是很自然，这句话讲出来本来就有这个韵味、之外呢，要怎么在更爵士更特别的旋律曲线上也做到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一直挑战的事情。其实很困难、因为爵士的这些旋律它的 interval 你用中文歌词进去，对对对对，你不容易让大家听得懂的。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首歌很厉害，我觉得群岛完全听得懂。真的吗？真的，太好了，因为其实你没有上字幕嘛，但是我用听的，我都知道你大概在说什么。哦，谢谢、啊，太好了，非常非常棒。谢谢，就是这可能是我们这写歌的 nerd 会注意到的细节，被注意到真开心。对呀、啊，这样聆听的人，他就算在开车，他也正在听你讲故事。对，我觉得非常好听，谢谢。而且这次的编制也有意思。对对，这次其实这整个这个 EP 其实诞生的很神奇，这其实是一个叫 Bebop 的冰淇淋厂商哦，他邀我们一起来玩的一个制作。那他们就是一个很喜欢爵士乐的一个，虽然说是做食品业，但他们叫 Bebop 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爵士乐。然后他们也在台南办了两三年的台南爵士嘉年华，哇！然后所以他们就想说，他们也想要慢慢的看有没有办法参与台湾爵士乐手的制作，然后他们一起来跟我们做一些 something。所以他们先提议，然后说，严婷你觉得可以？假如说给你一笔小钱，你可以拿来干嘛？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想要来录一首歌。但之后当然就觉得说，把大家找来了，录一首歌太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所以就变四首了，大概就是这样，从一个单曲直接变 EP， 真的。对，然后所以就还蛮好玩，我们就是把高雄的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里面那个爵士、叫爵士 We Jazz 这个场地，对，我们就跟他们租下来，然后就一个下午。架器材、就是一个下午把它全部录完 ，live 的录制，然后声音跟影像一起，全部一起，对对对对 对， 對。大家应该听得出来，配器非常特别、而且是一些大家平常不会想象这样子组合的，对对对对 对， 對。吉他加上铁琴加上声，对，我等一下可以再慢慢。就是、一个一个介绍编制上的有趣的地方，没错没错，而且刚好这几位都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真是太荣幸了。好，我们准备休息进广告，广告回来大家会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高地》。I've seen this kind of blue sky in a paint of Rembrandt about a humble red house and a sad girl who prayed. I've seen the wooden windmills in the town near Amsterdam. The winds were strong enough to blow awayWhat I say. I came long way to Highlands, tried to learn some Scottish tunes, but what I have in my head is that Bowie song of prostitutesI guess I left my most complicated mind in Amsterdam
What I could hear from Loch Ness is the still frozen time. Look towards the Bennett Hills, curve up to the clouds, the lonely gates that travel for miles. Let's walk toward the monster stone, a wild place called sky. That's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多才多艺才女罗燕婷。Hello， 大家 ，Hello， 诗敏，耶、yeah, ，回来了，继续介绍 Land Form 专辑。对，刚刚我们聊到一半，对，虽然听了一首新的歌，好想要问歌的事，但我们还是先回来讲好了音乐家的部分。对，音乐家的部分，原本想说这么特别的企划，我很想要就是借机会跟不同的乐器做、嗯。双重奏duo的尝试、所以我才会找来就是都是可以做单旋律也可以做和声 的这种乐器是，但之后又觉得说我既然要同一天录完大家都在场大家不一起 play 也有点可惜，到最后就变成又变成就是超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变成另外一个像另外一个模样，我录音常常变这样就是完全不照计划走，然后最后就变成说我们四个人一起、所以其实这个编制有点特别，其实不是只有特别在他们几个有几个乐器很特别，就是光还有声还有铁琴这样，而是在这几位放在一起这件事情蛮特别的，因为通常不会这样做，通常你会想要有一个担任低频的，一个担任节奏的、然后一个担任比较就是管乐啊，就是完全做就是一个旋律的，但是我现在带的这三个人是都可以当
都可以同时扮演其他的角色的人，所以这就很考验大家之间默契啊，聆听啊，对对对，以及说这个人没有在伴奏，那我是不是要过来就是代替他，以及他们要怎么互相互补彼此这样，所以就蛮好玩的。对对对，然后意外的最后声音非常的 match， 我觉得很不错，很有趣。对对对对，我自己还蛮开心这个惊喜，这个意外这样。我觉得有点像是四种颜料，你本来没有想到说他们可以融合的很好，對對對，你可能以为我四颜色加进去会变成黑的吧，结果没有，他们 harmony 起来。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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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也蛮有趣的，几乎应该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这四个加在一起的同时出现。没错对对，我常常在节目里面偶尔会跟听众解释说，大家不要想说双钢琴好像很简单，其实是超难的。对，这也是一样，就是他们是扮演一样的角色，所以突然要突然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双胞胎，我要怎么做怎么办呢？我要退后吗？對對對，还是我要前进吗？对对对 对, 對，没错没错。然后一旦大家有犹豫的时候，其实声音就听起来有点尴尬这样但结果不会耶。他们都没有在犹豫的。对没错超级厉害。对啊，这是几位优秀的音乐家。是，我们来回头聊一下刚刚听到的这首《高地》好了。对，我刚刚在休息广告的时候有跟彦婷说，我本来以为四首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高地》对，但我后来变心了，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我变心去哪里。高地好舒服啊。高地其实是最早最早写的，就是是我10年前就写的一首曲子。哇，我那时候写了很多这样很简单的曲子，然后一直还没有很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小品，我写了很多这样的小品啊，对我来说这个我把它归为小品。然后这次是因为地形系列，然后我本来就写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曲子，我才把这个东西抽出来。结果我殊不知就变成了大家回馈还蛮好的一首曲子。对呀，对啊，但其实是年轻的时候的我，年少的彦婷。对对，没错没错，这张专辑里面你可以听到就是四个版本的卢彦婷。对，每一个状态都很不一样。而且最神奇的是你是在同一天同一个空间，但是你展现四个不同的自己。对啊，对啊，对，你看回过头来诠释说年少时写的歌，然后用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声音，虽然说已经是十年后的口吻在唱十年前的歌了，但是其实还是保留了蛮多以前的那个样子，以及那时候在写的时候的心情，就是在讲就是苏格兰高地这样子。是，对对对，我有感觉到，就它有个浓浓的欧洲感觉，然后好像是在就是高原上，甚至我会觉得好像背着背包，有可能旁边有马匹。我的画面是这样的，对，就是有点孤独的旅人的感觉。是。所以唱的时候什么想法？你会就是你在诠释这种歌曲的时候啊，脑袋当中会有一个场景吗？你是那个主角？有，而且我都会把那个风景跟乐手讲，我就会说这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边是要突破云层，这边是要干嘛，你看到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风景就是要描绘出来。然后我觉得用歌来当日记写的好处就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是真的有把我带回那时候我想要讲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日记工具，写歌这件事情。是是是，记录了那个时候的心情片段。对对对对，就好像时空胶囊。对对对，所以我唱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怀念的，都会觉得说 哇，对，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一边想就会一边想到说对耶，那时候还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会一直有一个就是重新再走一遍那条路的感觉。对，而且因为里面充满细节，所以你把这胶囊打开，乐手都看得到了。对对 对，大家好像就在同一个剧本。如果没有看到，我就会跟他们说这边要干嘛。对，例如某人突然做了很像金鱼的事情，你说等等等等，这边没有鱼，这边没有鱼哦，把鱼收起来。对，没错，真的，你看音乐家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对啊，所以当他们都有感受到我想要想象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棒，有被理解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排练上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很快乐。对对对 对, 對, 對，尤其他们这些人感受力又够强。对对对对 对, 對，才能捕捉到你想要说的。没错没错没错。对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看到说，其实创作者也很喜欢跟不同的音乐家合作，喜欢，但是呢，到最后他会留下几位。语言特别那个知音，这就是所谓知音，literally 知音，真的真的，对，特别你一说他就我知道，对，對對對對，你不用讲，我听到我知道了，对对对，心电感应，好像常常这样哈，对啊，录音的时候也是很多这种 moment，
没错，录音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 moment、嗯、就是我觉得录音上就是其实我与其找最最知名或者是最技巧最好的人，对，我还宁可找最了解我的乐手。嗯，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对，他听得出来、嗯、他知道你要什么。对对对对对啊，这真的，但这要花时间，这要花时间交朋友才知道、嗯、对，你要 try 你要磨合，有时候还是要逼自己出去就是认识大家。不会，妍希已经算是很活跃的认识大家了。希望自己可以再更活跃一点。可以可以可以，有一些 jam session 可能很怀念你，你可以走动一下。对，我已经很少去 jam session 了。对、啊、我检讨。我也是，而且你可能要捞一些年轻的小朋友起来。对对对，最近好多好多新乐手。嗯、然后大家都各有各的特色吧，就后浪，对，我觉得很棒，好厉害，捞几位起来，要赶快去认识大家，没错没错，大家不要跑太快，不会啦，你就帮助大家把音乐都做得更好听，然后甚至是观念吧，对啊，嗯之前妍希好像，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就办一些大师班或者是比较这个中长期的讲座。讲座比较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有、嗯、我发现大家的情况太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只有就是如果要找我上课的人还是可以上个别课，个别课上哪一种都可以，就是看你要上就是 songwriting 啊或者是唱歌技巧或者是爵士歌唱、嗯、对，因为我还是有在四组空开课，但是我觉得只要超过三个人就有点难对焦到学生真的需要的东西、啊、对啊，大家追求的东西太不一样了，是，对啊，是是是，之前我就有看你在荷兰的现场直播，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这些就是创作的思想思路、嗯、逻辑讲得很清楚、嗯、所以大家想要学其实真的可以跟妍希上上课，对，欢迎找我，没错，来我们准备进广告啦，休息一下回来我就要跟大家说这我变心的对象。却若朝夕颤抖，又如何摆？
拜托，世界清楚失落，我赤裸裸地抛下，一直努力渴望要维护你面貌，稀薄氧气仅剩的一身灼伤，抓牢手中仅剩的一把烟花和土壤。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为我们带来好听音乐的罗延廷。Hello， 大家好，我是延廷。耶、yeah, ，延廷，这首歌真的是又短又好听。对呀、啊，又短又好听是一个两个称赞。这样对，哎，爵士乐的这个曲子太长，其实也是有些人会抱怨的。对，我们其实自己也会累了。你把所有重点精华浓缩在一起，就是成为山脊，这样尖尖的，没错没错没错，也很适合这歌，就是要一鼓作气，短而精彩。对对对，对啊，讲一下这歌好了。这首歌因为山脊，我想要描写就是大家登过高山的人一定都知道，那个路其实是一个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不会一直上去这样。嗯，所以这首我就希望在旋律线上就可以描绘到勾勒出这个人线。是有有有有，特别很适合这些 bebop 的剧情，对对对，他们就是这样起起起起，对对对对对，但是很难唱哎、欸。但是对啊，就也是可以展现一下就是技巧。对对，希望欢迎其他爵士歌手来 cover 这首曲子。我的愿望可能是管乐手想要最简单也可以。这首其实也很非常的管乐，是对啊，这首是旋律先出来的，嗯，很适合器乐来 cover。 对对对对对对啊，大家试试看好了，其实是越听越好听。嗯，谢谢。所以它除了就是要描述这个感觉，你自己本身是爬山的人吗？我喜欢爬山的啊。果然如此，对。这首算是这四首里面最新的一首，嗯，就这首是去年去新系和群马县中间的一个叫做古川越的一个山刚、爬完之后才写的曲子。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有点惧高，但是我也很喜欢爬山，所以好神奇，爬到山脊的这种位置，就是你知道路很小，然后旁边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扶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又很想要把它爬完、就是一个这样的刺激的心情。是是是，有有有，完全在这首歌里面、对, 對, 對, 對，可是你要想说那好好了，享受够了，我要下去了。就会觉得啊，有办到这样打勾。没错，完成了。对啊，所以歌词里面、如果有注意歌词的话，就会发现歌词里面我其实也是有讲到自己蛮怕的。就是连膝盖都在抖这样。对啊，但是好像又必须要面对一些人生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对对对对对，你的挑战这样子。对对对 对, 对, 对啊，这也是我最近就是邀请大家来聊聊说你的音，我的音乐家私房菜这个主题底下要说的其实是说，对于音乐家来说、音乐的功能是什么。所以像延廷的使用方式就是写日记。对，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日记的概念、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我自己是比较常常会担心自己会忘记一些曾经经历过的心情、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很宝贵，我就会很想要把它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下来。我其实也会写纯文字的日记，然后也会写这样曲子的日记。哦，对，你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有，对，我有很随意的，就是 free writing 这样打在我自己的文件里面这样。哇，打字型。对，打字，对对 对, 对。我前一阵子也是从日本旅行回来，我就决定要手写日记。我发现很花时间、非常花时间，超级。而且我去旅行，我也都会做剪贴簿、所以我其实做超多，我根本就是重复了很多个日记。我现在想，现在讲起来觉得我好重复啊。你又有电脑的，又有剪贴簿，很多种版本，还有音乐的，对，就花很多时间，可能都在讲同一件事情这样。但是蛮好的呀，它会变成不同的创作形式。对对对对对对。搞不好下一次你可以就是把它们 display 出来。哦、对不对？你说那种就是以后做成一个展览，有点类似一个小型的，对，延廷的 a moment， 然后里面就会有实体看到剪贴簿，然后可能上面会有旅行拍的照片，然后同时有音乐这样。哦，这样也蛮好的啊。对啊，但是不知道哎、大工程大家有兴趣吗？因为对我来说这很私人，就是对我自己来说非常的宝贵，但是
我不知道哎、欸，就可能他对我只有对我自己有价值，不会，我觉得对大家也有价值。对，因为前阵子我刚好看到一个 YouTuber， 他们很随性的，就是在他的跟团的日本旅行当中，什么细节都拍，就真的是吃饭便当啊，爸爸妈妈打呵欠啊，对，流水账拍一个影片，好，居然超级多人看哦，现在旅游 Vlog 很夯了，对，没错，可能对大家来说，他也想要体验你的人生吧。对，其实也很多人说很喜欢看我旅行的那个限动，是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当做我的职业，我可能就不会那么 enjoy， 有可能，所以我反而就很喜欢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真的发蛮多旅行限动。大家如果喜欢看旅行限动，可以追踪我 IG， 追踪起来，找到罗延廷，就是很期待，每次都特别期待。对，而且延廷很喜欢去很多地方探险。对对对对对。嗯，你现在这个足迹已经遍及哪些州了？我其实没有到很多哎、欸，我现在。主要还是欧洲比较多，欧洲还有日本都在去重复的地方，想要去更多地方。对，可是有感觉到你刻意去安排，说我一年当中我可能要旅行个几次，我有点需要，对对对对对，大型的这样，对，就是认真在旅行的旅行，对，而且你也没有白去，你每次回来都会带东西回来，对，没错，就是不同形式的那个日记，对呀、啊，心情啊，對對對，然后新的思维啊，对啊，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很喜欢缅怀过去的人吧，那所以我会在一个我很喜欢的时光，就是。回想很多次，对，是，听起来好像很没有活在当下，不会啊，这是一个很自省的过程，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自省，就是你自省，然后而且其实是蛮你放大你的感官，所以这一小段时间你等于是重复咀嚼，然后它所有的资讯都进来了，最后变成一首歌，哦、我觉得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很重要、欸，就是反刍，而且。就是极大化，所以音乐变成好像那 espresso 哦，对不对？我就喝下去，这样、哦、哇、哦，好多资讯哦，嗯、哦，喜欢这种感觉，好美，想象力，没错没错。会不会也就是对你来说，虽然这个反刍的过程，或者是这个体验人生的过程，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跟心力吧？那你如何拿到其他养分呢？你的这些养分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我这养分就是。主要就是靠旅行和遇见不同的人。哦、对，因为我很喜欢 storytelling 这件事情，所以我如果觉得自己 story 已经不够了，那我就只能继续产生故事这样子。哦、对对对，哎、欸，反而好。对啊，反而好，因为你是从真正的人生体验里面去把养分拿进来。对对对对，就是要么我要多看多读书，看别人的故事，要不然就是要自己亲自走出。就是不同的故事这样子，对，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没灵感的时候，我去听听别人在干嘛好了。可是这有一個，对啊，这也是一种啊，对，但这有一个小小风险，就是你那时候如果都听在某一个风格里面的作品，哦、你的作品就会很像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其实，应该是说。我现在比较不会排斥自己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我的确会觉得说，我还没有挑战过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可能就会想说，我有没有办法练习做出这样的音乐？是。然后，但是因为一方面是我自己已经觉得我已经有一个我自己的声音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我怎么练习，应该都不会太变成那个样子。哦。我还是会有自己的声音加上那个东西，还是很自己的。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的确还是会以这个方向来做。不同的触角是的练习，对啊，我觉得这还是重要的。是，感觉好像在收集各种不同的拼图。对对对 对, 對，要听得够多了。是，对啊，这是在养成的期间了。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吸收养分的创作者了，對對對，所以你不可能不会花那么大块的时间说我一直钻某个东西。对对 对, 對, 對，已经过去了。对，不会，而且因为工作需要，所以我要听的内容其实很广泛，很广。对，就算我没有想要，还是会。就大家都到最后还是会听得很塞进来这样，对，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想要这个原住民音乐，然后想要你来帮忙，这时候你就，我赶快来研究，对对对对，因为的确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做 study， 对啊，蛮好的耶。现在的人生状态是你觉得很理想的吗？现在还不错，现在就是，
现在人生状态，这可以聊很久的，真的、這個、话题。对，因为大家常常会觉得音乐家好像会有点皱住眉头，想说啊，我想做的事情也不见得可以让我就是很养活自己啊，然后很有成就感啊、oh. 这样。但我觉得妍婷状态非常好，我状态我一直都还算平衡的状态，就是我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案子在进行，所以我一旦某一个案子累了，我可以去想其他的，这样、啊、我可以拿不同的案子来当其他案子的逃避。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最近有点检讨，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都太多了、嗯、所以我常常会冲动就开始了很多案子，开始了案子、嗯、但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会要花很多时间才有办法做完，所以我最近就有点在检讨为什么过去这十年开启了这么多事情、嗯、因为我有些事情一直都还没有完成、嗯、我就会，然后事情一旦拉得很长一直没有完成，你就会有点心累，你就会觉得、嗯、啊我都花这些时间，可是我的确有点累，怎么办、嗯、我再不把它做完就会有点万一做不完怎么办？焦虑，焦虑，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有点这个方面的焦虑累积。难道我们看到的妍婷只是冰山的上面？你底下还有一堆没发表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事在做互动的，嗯的，对对对对，那个就是真的是花好久哇，就已经迈入第七年了。然后音乐其实相较之下都做得很快，而且又尤其是用爵士乐手的音乐制作方式在做，其实都蛮快的，是，所以其实音乐有点是还是维持在一个蛮舒压的状态，就还蛮好的，对、嗯嗯嗯、蛮好的，可以密集时间做这样。是、嗯、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妍婷一直都有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作品一直出现，就像你刚刚说的音乐剧啊，然后自己的音乐啊，然后帮别人做的音乐啊，各式各样、嗯嗯嗯、所以也会觉得说哎、欸，你把自己安排得很好哦、oh, ，对呀、啊，我觉得、嗯、好，应该说要进步的话，我觉得的确是我是产量一直都有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再松一点，嗯，因为我觉得我太想要把握时间了，是，然后这样不太好，工作狂，对对对 对，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觉得不能那么想要把握时间，我觉得我要说服自己我时间很多，然后不要那么急着一直开启新的事情，是是是 ，chill 一点，然后动作再慢一点，转速可能 0.8 这样，对对对，要调慢一点，对，慢一点，感觉一下，我也常跟自己说，可能要0.6哦，更慢一点这样。好，那我们就转速慢一点来进广告，给大家休息一下。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之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让我们再次欢迎来宾罗妍婷。大家好，我是妍婷，耶、yeah, ，最喜欢妍婷了。虽然超级忙碌之你以及我，对，应该是你，我觉得你最近比较忙，太难见面了。对，但一直很想说，哎呀，我应该要去听你的现场的。嗯，但是我最近也很少现场。说到现场，九月七号其实终于有一场演出了，而且是太好了，是 for 这个主题在阿里山上。嗯、哇哇，有没有很棒？阿里山上耶，对，是一个民生电器跟 Debbie、嗯、就是我们铁琴手一起主办的一个阿里山森黑森林派对。哇，他会真的在树丛当中？我们就是在深山里，好棒。对，好棒，晚上，对啊，可以露营的听。就是一个露营晚会的 vibe， 对。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么稀少的一些 live 演出讯息是都在粉专上、IG 上吗 ？IG 上可以看得到 ，IG 上对，搜寻罗妍婷找得到。没错，没错，没错。对呀、啊，赶快我们把握一点时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嗯，就是之前的作品《苍鹭十三号》里面，嗯哼，对，一首你觉得应该要大家认真听的。对，这首叫做《The Sun Song》，就是太阳之歌。嗯、那这张专辑，因为简单一句话讲完，就是它是一个科幻小说的线路，是、嗯，然后所以它这整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曲子都是这一个苍鹭在旅行的那个路径、嗯，然后这一首就是它在太阳，它抵达太阳的时候的一首很正能量、很温暖的一首曲子。的确是，但你会一直感觉到那个光波洒洒洒，对对对对，很多彩，颜色很多的一首。对对对对对，然后一边听我们一边继续聊。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那个 Lanfone 的专辑封面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是一张空拍图、欸，我想说哪里这么漂亮，好厉害、喔！台湾的山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但它其实是油画，嗯，它是。我请我的学姐，就是她有一个粉专，大家一定要去追踪，叫做木植牛物，就是植物拆开成
四个字，木植牛物。他就是专门在画台湾的山，还有植物。哇，这样非常漂亮。这是一幅，这不是照片啊，这油画。这是油画。对，哇。然后我自己也买了很多他的周边商品挂在我们家。真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爱登山的人，他就是去登山就会画很多。哦。对啊，蛮棒的。是是是。很棒的学姐。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台湾的艺术家。嗯嗯。我发现台湾很多很优秀的艺术家都比较默默的在做创作。大家要就是把它挖出来。对啊，没错没错。而且因为像我就是很喜欢写大自然相关的曲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多跟认识更多这样子，就是大自然相关的艺术创作者。是啊，嗯，没错，结合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像这次效果就还蛮好的。我想要申请个托特包，学姐这图可不可以弄个延庭限定托特包？对耶，出包包。对啊，大家就买托特包，里面放专辑，这样多好看，哦，又漂亮又好听，又可以去爬山。对，什么时候你要开始做这一系列，就是周边商品，周边商品以及巡回呢？大家现场不止买 CD。再看看，再看看，搞不好包包跟 T 恤卖得更好。真的，可是这也是令人伤心的事实，就是怎么会这样呢？我跟你说，你上面一定要放 QR code， 就是经过的人看到说包包好漂亮，一扫 QR code， 发现是音乐，配合音乐来服用这个周边商品。对，音乐。不管怎样都是配角啊，我提供给大家一个商机。对，听众朋友如果有正在做这个托特包，或者是欢迎来找我们，欢迎一下赞助加合作。对对对，这是由某某厂商赞助的周边商品。需要的啦。嗯，对啊，我记得你在出国前吧，应该还是出国前一两年，我们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国外的音乐行政都很强悍，他们会有一群人可能专门在帮助音乐家们把他该安排好了这一切安排。哦，可是我现在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周边商品也都做得很棒，蛮厉害的，啊，尤其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对对对对对对，爵士比较缺一点点。对，爵士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制造了这么多好听的东西了，对，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在音乐里，听吧。对啊，然后就。就是光是没有卖出去就已经觉得很浪费，就是你知道这些资源，是就会觉得说我还要做其他新的东西，就太辛苦了。对啊，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产业链的就是成熟的过程啦。嗯，对啊，如果像独立乐团，他们拥有这么大的粉丝群，嗯，然后他们每一场音乐会可能都是几百人，然后卖光光的票。那他们当然可以一直发展出大家喜欢的作品。对对对对，因为大家还是想要支持嘛，对，总是要给他们一个东西支持。没错没错。那爵士现在比较辛苦的是，我们正在崛起中。我觉得台湾的爵士正在崛起，嗯，然后粉丝也正在涌入，嗯，但是还不足以支撑这一切。嗯嗯嗯，对啊，所以还是大家要就是多多努力，啊，支持。对，不是音乐家更努力哦，音乐家已经太努力了。或者是活动承办方也可以想一些很有创意的方式，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爵士乐手都很希望在同一个时空下跟大家一起，就是 focus 在某件事情上面。对，它的意义会比带回家的商品还更重大，就是当下的那个感受。对对对对对啊，那个能量的交流。没错没错，而且常常都跟大家说一定要去现场，因为你的存在会让这个能量更大。嗯嗯嗯，对啊，没错，这些音乐是需要被听见，而且同时也需要观众的回馈的。对啊，而且，对啊，大家有在听爵士乐就一定知道，有时候即兴其实好不好，就是现场的气氛很加分。没错，现场气氛对了，不管是台下或台上，那个即兴起来的那个热度是加成的。快乐，对对，你发现观众开始骚动，然后大家吹口哨什么的，对对 对， 對，哎呀，在台上就更好听了。对啊，没错，很需要这样子，真的鼓励大家，一定要 follow 延庭的 IG， 然后看到有 live 就赶快冲过去，这样我很喜欢你的音乐。没错，要不然我会越办越意气阑珊。真是越来越少在办。不会不会，你远方有我这位铁粉。谢谢谢谢，只是没办法到现场而已。对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听了非常非常多的好音乐，啊，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专辑里面有四首歌，算是 EP 啦，有四首歌，嗯，每一首都是不一样的风貌。那今晚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沙丘这首，嗯，对，不是电影的沙丘哦。对，如果那个电影商喜欢也可以拿去当台湾的宣传。 对， 对，如果宣传需要我的话。
欢迎用我的音乐。真的真的，这个沙丘就是在慢中却有好丰沛的情绪、嗯。怎么说啊？就好像他有很多想法，他要在这边全部散出来。对对啊，我觉得沙漠，因为我其实一直没有去过一个真正的沙漠。啊、那我这首歌的那个来源是来自我去西班牙的一个海边的沙滩、哦，它是一个很大片的沙滩，大到你觉得它是个沙漠的那种大、嗯。然后有一些西部电影会去那边拍片，就是它是真的会让你不知道你是在一个沙滩上、嗯。对，然后所以那边在一个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啊、哦，我就是在一个沙漠里。然后沙漠又是一个非常神秘又浪漫的一个一个环境、嗯，所以当你那个孤独被赋予了一个这样子的神秘感的时候，很多很浪漫的情绪就可以就是进到、啊、对对对，进到音乐里。嗯，这首歌来是这样，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这四首里面最喜欢的一首作曲，是曲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我是也看得出来它的主角感非常明确，就是闪闪发光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编曲上我也是希望说它是我是自己开始，然后其他乐器是路上遇到的、嗯、偶尔遇到零星的一个旅人，然后再一个人加入，这样慢慢的加入的一个状态。嗯，对，其实我心里想到的是作家三毛、欸、其实是完全是、嗯、因为我也以前也看了蛮多他的文章，然后是真的很吸引人，会让人很向往对沙漠，对， 對， 對， 對，就是那种浪漫的感觉。对对对，就会觉得、嗯、哇，这整个世界剩下了两种颜色，然后其他都已经不 care 了，就生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嗯、真的，这件事情蛮浪漫的事。一起来体验这个在沙漠中极其浪漫的岩亭。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听了超级多岩亭的好听的音乐，对，期待更多，谢谢，期待大家到现场。谢谢诗明的邀请，真的，我们下一次节目见喽，拜拜，拜拜。
只剩一尘不变。